相位猛冲大虫子呗。你真是相位猛冲啊，小伙子。这蒿子是什么东西？这蒿子，疾跑闪现蒿子，蒿子配露露。对面的阵容，我说实话挺恶心。那 ADC 千万不能起来啊！这把 ADC 起来就难打。那蒿子还是疾跑闪现，我来了。左边插眼看蓝枪上哪，来右边堵他。哎，去中了。那我们回上路，看看大虫带什么，带的是，先干他一波。死了。他要没带点盐，我们这波就能杀。E A Q A W 走。你以为是真的，其实是假的。你要补车 ，E A 再 A 是要 A 平 A 接 Q。这波 Q 好了他，哎呀，嗨呀，打一了，差一点点 ，AQ 没出来，这把得出分离者了，打着大虫子，要不然有点打不动。我 A 了一下小兵，没有啊，没 A 兵啊，他回血了好像是。我摁波浪剑的，不可能 A 小兵，除非我的波浪剑坏了。没事，兵线不错啊，先给他来一个回合制，先扣他一下 ，E A 再 A 跟他打 ，A 接 W 平 A 接一个扣，把兵线给他控住。救一下卡特琳娜 ，EQ 往哪走？蓝枪也得死啊！让我 Q 一下，漂亮，这蓝 buff。岩雀来的时间正好啊，不错 ，beautiful 兄弟，这什么玩意儿了？这是。这波兵吃完，我估计我能溜。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精致的补刀。这没办法，有一个实在是补不到。先扣一下，小反甲了。来 ，E A W A 接双 Q， 再 A 再 A 走位，插个眼儿，平 A 接 Q， 这波我们升六了啊，升六了的我要干嘛呢？要越塔断兵线了。先吃他一层塔皮，越塔断线好像不行。哎，不行，这越塔断线不行事儿啊！2600块钱，差600块钱，我杀他一波给300，吃个塔皮加上一波小兵，正好600块钱。等他，等他出来，我不搁这儿杀了，我搁这儿杀不一定能杀得了，我的血量有点低。我卡兵，那兵我清的太慢，我不是鳄鱼，我们要是个鳄鱼还行。好，这边把他杀了啊 ！EAQ 点盐 ，W 一手 ，QR 转起来，2500。
两千五，这波吃两层塔皮的话，我们还能多出个鞋。不行，拆不掉了，两千七，那不行，那我得再收一波，我得再多出个鞋。这明显是蓝枪过来了，一看这大虫子啊，眼神不对了。吃个爆车，一下小兵走位 ，A 接扣，还打平 A， 吃药 W 平 A 一 A 扣死，好送。可能是我们给他了一种我们打不过他的感觉，然后大虫子吧就感觉哎呀他打不过我，那我得吃他，再吃一层塔皮呀。蓝枪几级？六级的蓝枪，我先扣一下防御塔 W 走，送他25，这个塔皮吃不到了，走吧。走吧，回家先把皮鞋出了。我狼什么？这不叫狼？我死了吗？请问，我死了叫狼？我没死，这叫自信。把自信打在公屏上。蓝枪要来了，快点来！我求你了，蓝枪，你快点来吧！我不行了，你快点来，快点来，我上路，快点来杀我！我扣你一下，我 E A W A 接点烟扣转起来。你要吃一血塔，我不同意啊！那我可不同意。中路幺二四零四三。打野216-211-160-143，下路优势点，上路优势点，其他路都是军事。那提亚马特吧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我菜还是怎么回事，现在这是真是有点带不动，他们只要有点送，对面会玩点就很难打，根本就带不起来，对面把你一杀就很难带了。我一进场人家的辅助就套虚弱，我一进场那人家的辅助就套虚弱，我还得打闪现。我少吃一层塔皮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你不知道是吧？我抠死你！非得要野我，本来吧，我是不想杀你，你知道吧？你非得野人，
非得要野人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将他击杀。上路收兵，谁乱配你了？啊 ，K 林是波瑞，啊，杰是 K 林是波瑞，杰。1750，差400。差400，我得收一波兵，外加杀一次大虫子。但以我的血量来讲，杀大虫子不太现实。那我还是清清兵吧，先清个蛤蟆。可以去中路打个劫。哎呀，先吃口屎啊！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这耗子有点猛，耗子是一定不能起来的，对吧？我们千万不能浪啊！这个1000，我不可能给他，先把中路塔给拆了。现在去下路无非就是送，我们一定别去啊，拆塔比较重要。二塔不拆了，二塔拆不掉了，我们往下走一走啊。去打小龙来，在这个位置藏一下。没关系，打小龙不上了。去打小龙啊。哎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越塔？这蓝枪怎么回事？搁谁面前玩呢，兄弟？我是谁呀我？这耗子是不想活了是吧？刚杀这么几个人就飘，我看谁敢在我这飘。3500回家，先出个蟹手。其实这把出黑切行，我们死亡之舞蟹手黑切啊。打个红的，好浪哦，这德莱文真的浪。好，耗子没有闪现，注意了啊！王者走，来来来来来，别怕别怕别怕，我给你旁边，你来，你姐不敢动，烫死了吧？真能跑，那杀你吧！我们不杀他啊，让耗子出来，来，他不敢出来。去中路越塔把他杀了，他们家没有人，只有一个蓝枪，蓝枪刚才应该回家了啊，一换一。我杀这么长时间都没这耗子捡人头捡的多，你们看着吗？我杀这么长时间我才杀了11个人，人家杀了10个。不过我发育比他好，这一刀伤害真高，我都抢不过他。
我就知道不能给他，给他就没。这 buff 给就没，给完就死。下路这个防御塔不能让他们给推了啊，我们去守塔的，我们往下走。这蓝枪怎么杀？先杀露露，还挺能跑，可以。干嘛？你这是不是不应该这样上啊？我有血手，没事，跟我上来。别能不能发？哎呦，岩丘来了！岩丘没闪现吗？还行啊。可以接受，我也有点上头了，这不是小上头，有一点点小上头，薅着来了，薅着来了，我跟你说呢，薅着啊！德莱文逐渐成为出门就死的人，逐渐啊。出个黑切吧。有点打不动的大虫子，哦，能秀过他不？他还有红啊。抓不了了，小龙拿了吧，我们三条龙把龙拿掉，我还有700呢。我刚才都死了还有700，给谁了这700呀？影流之主，还好影流之主是个屁，我们一放他就没了，没关系，下路带波线。猴现在不行了，这英雄没有那么狠了，移动速度太低了，跑得太慢了，真的这猴谁也追不上，现在太笨重。我要这以前的猴他随便拉，那三项没改之前随便拉，爱咋拉咋拉。这好什么意思？让他变小可爱，没事，我们很幼的，人有点多，不过没关系，先扣一下。一，哎呦，这怎么这么多呀？这也不能越塔，这露露太膈应了。我刚才要是闪现的话。应该能换几个，但我应该也死了，算了，死一个还行，那薅着没死啊。这个变羊可太烦了，
别打了，再出门再死要输。那耗子现在是13个头，马上就输，去打大龙。你别打了，别送了，那人家隐身过来找你来了，你都不一定能 A 得过他。走，打大龙去。逼对面打团，现在就得不能再跟他们再这么打了，这么打已经不行了。这耗子马上就起来了，马上我们打不动他就输了，一定不能让这耗子起来了，赶紧的28分钟左右给他结束，快点过来打龙，然后土龙龙魂我们也能拿，我找着结去。把线带过去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打龙来，快走，别在这收兵。那看见我杀那劫，他们还能不过来吗？快点的，先打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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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龙！哎呦，我操，漂亮！牛逼！岩雀给他秒了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呀，不知不觉他25成杀人数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这人没咋见过呀，就25了呢。啥劲操的神呢？很奇怪呀。不用管了，我们直接拆高地。接你一下，下路就不去了，出个15，那卡特80%应该是死了。就耗子加露露这种组合，我跟你们说，是英雄联盟之中比较恶心的了。这英雄配个露露，那团战一个打5个都有可能。越往后打越猛，就越往后拖越狠，除非是有个人特别的狠，哎，能把那耗子给杀了。像猴这种的不行，他进不去。这种战士只能挨揍，必须得来个什么刺客之类的，还得那种刺客，还得是越往后期打越狠的那种的。啊，那种刺客还得是越往后期打越狠的那种的。这波可以打，我就没明白你们打我是吧？你挺能甩呀，我有蟹手。嗯、啊。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他妈谁？还是我？还跟我还走上 A 了，小伙子！我的天哪！
拿下，给大家结个账。嗯，